今天开车从台中南屯交流道下来，寻找马来西亚公认最美丽的岛屿——乐浪岛。爸，你说乐浪岛在马来西亚，为什么不要坐飞机呀？哇，玩具沙滩，我要从那边那个溜滑梯冲到玩具沙滩里面。我是乐浪岛岛主宝妹，哇哈哈哈哈哈！在大都市中可以找到这样一座沙滩，我还需要花机票钱吗？先来去旁边的凉亭轻松一下，先点一杯南洋冰茶来喝喝。七叶兰、柠檬香茅熬煮搭配绿茶所呈现的奶香、芋香、香茅香，解渴清爽又消暑啦。嗯，好像闻到房子里面飘来一阵阵食物的味道。吼、哦，爱来觅食啊！哦，就是这个发源自印尼的发酵食品咖喱天贝，南洋地区的大众点心。印度抓饼，有马来西亚当地进口的酥脆豆皮。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娘惹咖喱堡。娘惹菜是由中国菜和马来西亚菜合并而成的马六甲菜，需要使用大量的南洋香料，小火细心持续的炒香它。白咖喱拉面，说真的，吃到不同国家的食物，真的就会有出国的感觉了。啊对吼，那都没看到宝妹进来吃饭，吼、哦，这跟他生了生吧。来乐浪岛不只有好吃的东西，还有生态可以记录哦。